歌姬恶搞主播视频大赛火热进行中，每天都有精彩的作品让你惊了个呆。快扫码下载歌姬 APP 或登录 www.歌姬.com 看视频抢福利吧。小脸可能不错，小脸不错。哦，我在外边晃悠，评分会掉是吧？啊，没事，评分不重要，评分不重要。这种门将啊，这种门将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凶猛啊，非常非常凶猛。哎，在自己的禁区内颤抖，来，这我估计80%水友这是。哎。Bit of danger for the goalkeeper to get back in the game. That is a fantastic goal. Looking like for a manager seeing a goal like that. 小林，我错了，别给我传球。Standing between those lads down there. Not there when needed. The goalkeeper. Let's proceed slowly. One more time.哎呦！我靠！扔到大洞的盾上了，挡了一下，这下坑了。什么？ So is he in a way, and so are you. 就凭你，就凭你也敢背叛我？ I hope you won't take this personally. 啊？ I always saw my service to you as a temporary arrangement. 今天二五仔。这样都是刚刚守城战抓的这些人。什么？又来一个！我操！这是二五仔峡谷吗？绝了！我跟你说，绝了！今天数不清这里有多少个二五仔。兄弟，兄弟，过来，兄弟，哎，过来，这样，这样，你们站在这里，谁没被炸死才有资格跟我组队。你们站这儿，没被炸死的才有资格跟我走，活下来的才是勇士。出去啊，大门。天火！天火！天火！这两人，Ich bin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Komm aus Ägypten, das liegt direkt an mir. Zuerst lach ich in einem Ei, dann schnappi ich.
上。请问你俩有什么感想？这就是。这不是我打死的，这是他们的命。我来了，我开始了。去年鲁达火箭炮有一招绝招，鲁达撞钟，要的就是尖头啊，所以咱们的头一定要尖，这样会给敌人的啊这个胸部乃至你击打的部位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顶撞。然后是他的面部眉毛，哎，这样非常藐视对方，看到没有？哎，你哪种感觉？你就是个弟弟，你就是一个弟弟，哎，眉毛有没有那种？哎，看了吧？嘿，气死洒家了。翻白眼了，这怎么还？这个很藐视对方，啊，证明你就是个弟弟，哎，你就是个小弟弟，知道吗？那种感觉，哎，看了吧，非常非常嘲讽对方，很嘲讽。好，双方准备进场了。首先进场的是哪一位呢？哎，这是拿自己当回事了。对方缓缓地回过身，脚下还有一个踏板，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冠军是吗？他是，我他妈第一场挑战冠军是吗？X 不是快进，你快点吧，你装逼王，我操，我他妈还没上场呢，把手放下吧，这么能嘚瑟呢。该我进场了，到我了。这是你妈妈，这是你妈妈，还出去再赌回盘是吗？我怎么那么想抽二 K 嘴巴子呢？我这 BGM 都准备好了。第一个上场是谁啊？装逼啊！你牛逼，你牛逼，你牛逼！我让你牛逼，操你就是！我怎么让你屌？我让你跳舞，我让你跳舞！啊，这金腰带是你的是吧？你的是吧？不让你跳，我他妈出场音乐我都不要了！我操你大爷！赢了！这么能嘚瑟！没有车，太多抢了。接着什么车？往左开了，往左开了。往这，在我们这开了。好，来三二一，打！哎呦我操！你们能这样选人上出来了？我操！会出事不？那你直接一飞冲天，宝贝。好的，走。哇！对呀，哇哇，这是谁呀、啊？我们能不能停了，把他散了？啊！不是。应该唱首歌，配首歌就好了。
啊，配首歌的话就不违和了，是吧？鲁达嘛，得唱首好汉歌，对吧？好汉歌，来啊！路见不平一声吼，来这好多。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你儿呀，哎呀呀！操，还挺有节奏。我有走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跟的真好。